导师考核规则，导师将出题考验七位练习歌手，并根据他们的表现进行重新排位。名次靠前的练习歌手可以优先选择演唱曲目和基础时长。一看这导师阵容，我稳坐 C 位。他们两位是我的好朋友，那位，哎呀，是我更好的朋友。我们首先请我们的张杰导师要出任务啦，就为了考验大家的音准、气息，还有这个腹肌横膈膜的颤抖。横膈膜在哪儿，哥？怎样分配自己的气息很重要，因为唱一首歌，所以呢，唱歌是我们的强项。嗯，强项吗？你怎么强项？你还坐这儿？你应该出去发专辑啦。我发了。嗯。那你一会儿看看你的气息如何，要找回去查好吗？我们的好题，这首歌的名字叫气球，56个字要在一口气里唱完。哇，这个很难唱哎。这样好了，我能不能请那个我的导师来帮我们试唱一下？来，预备，一口气来。黑的白的黄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他的傻的圆的扁的好的坏的没了丑的新的旧的各种可是各种可是任你选择。黑的白的黄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他的傻的圆的扁。那就何老师吧。我一个人吗？我一个人，那我不就赢定了？这样，在那个谢娜。You what？ 输定了。你干什么？你怎么回来了，前辈？前辈，我有一种去你们家客厅比赛的感觉。我跟你说，我是有实力的人。我怕什么？我怕什么？是吗？老师，我们可不可以改成不是谁能唱完，而是谁能进准？不，谁又能进准又能唱完？我就把话放在这儿，你要是能进准，我跟你老公姓。哇哇！从此娱乐圈有一位大主持叫张九。张九。好，来吧。黑的白的红的黄的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大的小的圆的扁的好的坏的美的丑的旧的新会有旧的新各种款式各种花色任你选择。偷了一口，偷了一口，偷了一口，小偷了一口，旧的这个地方偷了一口，我承认旧的这个地方偷了一口。人品啊，你看我们其实考的就不单单是这些，还有人品。这位普仁赛斯影视的练习生，我的队员为我加油好吗？加油，娜姐！好清脆啊！我唱之前有一个要求。什么要求？那个词能再多一句吗？因为我气儿足够。这样，你不用多一句，一口气唱两遍。好，好吧。好，来，面对歌词，不要偷看你老公。预备。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这样。我如果又能进得准又能唱得长，你就叫我不但跟你老公姓，我还跟着你的名儿叫张娜。可以吗？好怕你以后叫张娜。各位朋友，我用的是我自己学的一套，练了10年了，循环式呼吸法。 You what？ 你是一条鱼吗？好，来吧。旧的各种款式，各种花色任你选择。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
你我都疼。我在这里向你道歉，我居然低估了你的音乐素养，所以我决定收回刚才那番话，我错了。等一下，首先我进准没啊？我进准没啊？进得非常准，而且我作证，根本不是杰哥或者任何羽凡老师、海泉老师提醒的，你是自己进准的，真是见鬼了。这位个人练习生说进准了，他姓啥呀？啊？张吧。你是我的好朋友张炯。刚才我的巡回是呼吸法，就是他从来没有呼过气，他在唱的中间呼的气。你看，教大家，看，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绿的、绿的、黄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有的、他的、要的、好的、坏的、美的、丑的，你的、我的、他的，各种我自任你选择。娜姐，你太棒了。娜娜，刚才你用这种方法一唱的时候，海泉导师整个人横瘫在椅子上，被你击倒了，好不好？闻所未闻啊！下面是马上也要开演唱会的我们的羽泉，两位导师出考题好不好？这样啊，因为每一位新出道的歌手呢，其实要累积舞台经验的同时，最主要的还是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气息。对，基本功是不可以缺少的，所有的技巧都是为了辅助你的情感表达。接下来呢，用一两句歌来判断一下大家谁的气比较足。哦，可以。两句歌词过程中，看谁能够把12根蜡烛全部吹灭。一边唱一边吹灭。这样吧，我们考验一下我们的经纪人吧。经纪人的团队还有谁？我是签给他家公司的。嗯，就我们俩是吗？海涛吧，好吧。可以，来。准备好了？我们请马栏山娱乐的先来。啊，马栏山老师好，哦，我是马栏山娱乐的。马栏山签艺人的水准这么多元化吗？马栏山原来是个厨师学校。我来了，我已经想好一首我的主打歌了，平时我在很多的场合也演唱过。好了，可以，预备，开始。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妹妹，我妹妹我求要。海涛，你可以把这调降低一点，不用。好，海涛吹灭了七根。好。我觉得啊，首先这叫马栏山娱乐这选手，他选歌的品味就存在一些偏差。为什么呢？就是要父亲节了，所以我选歌呢一定是要选一首送给父亲的歌曲。好，预备，开始。我有一个好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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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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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爸爸。祝全天下的父亲节快乐。他有颗孝心。好，下面唯一的一位女练习歌手，这位女歌手接下来你要演唱的是妈妈吗？不是，我在签那个公司之前有一个组合，我们团队有过一些单曲，然后我就希望在这里表演一下我们那个单曲，那组合叫快乐家族。对，对啊，如雷贯耳。哦，当时这个组合解散的时候，这位个人练习生一切也是我们组合的。我们确实是解散了10个月，因为我们有一个成员生孩子。我开始了，加油，欣欣，来。跑，你跑，你往哪儿跑？我们笑着笑着，抬
羊这条路很心酸呐、啊。跑，你跑，你继续跑。我们这样一直跑跑跑，算了。我们组合没有这个歌。我们给一个动画片唱过一个主题歌，跑啊跑，你往哪儿跑？跑，你跑，你往哪儿跑？跑，你跑，你往哪儿跑？我们向着快乐跑。我们向着向着向着太阳跑。哎，我们欢迎导师来一个好不好？羽凡导师或者海泉导师，好不好？这个过去有一首歌唱这个特别好的兄弟啊，三十年前的歌叫《朋友》。哎，好，来，预备起。朋友啊朋友，朋友啊朋友，有朋友一生一起走。等一下，我要投诉导师。嗯？为什么？导师翻译有问题。怎么？朋友一生一起走。朋友一生一起走。好，我们谢谢两位导师。导师，我们还有两位练习生没有接受考核，一位是周杰琼练习歌手，还有一位是熊梓淇练习歌手。我们还是很感兴趣，希望展现一下他们的能力。我们两个有舞蹈，对，我们有才艺，展示一下你们的才艺，来吧，来吧。好棒，好棒，好厉害呀、啊！终于看到一个比较正常的表演。下面是由我们的导师来给我们重新分级。还有重新分级？对。导师们，我觉得我们的位置不用动了。导师，你们听到我说话了吗？听到了。哦，全世界只有他听到了。这位个人练习生，我告诉你哦，这上面的空气可好了。以现在的情况，你是上不来了。海涛，请你起立。啊！我没有想过我会走上这个 C 位，我还没有准备好，老师。我觉得我还需要很多的历练。你想多了，你过来，你过来。老师再走就出去了，老师。啊，你稍等一下，在这站一下。站是待定啊，很有可能参加不了后面的录制。老师，你想想我刚刚的精彩表现。好，好，你过来，你跟他调换，给你了。太残忍了，老师。台词是不好意思，这是我的座位。对啊，对，你上楼梯的时候小心点啊。楼梯，哇，真的假的？我们马栏山娱乐要来气儿了。不能吧。怎么回事、啊、老师安排的是同公司厮杀的戏码。怎么回事、啊、哥，不好意思，让一让。没啥不好意思的，哥，给你这个位置是我的。哥请坐。第七名，这位置连个靠背都没有。所以代表着我们的小熊。哎，我想一下，你直接坐特等座是吧。哎呦，谢谢老师，谢谢导师。哇，恭喜你，恭喜你！哇，真舒服！二号和七号互换，这真的是……你再加油一点，就到我这儿了。下面是
我们的李维嘉同学，请起立。维嘉其实一定是好消息，不可能再往下降了，除非他坐海涛腿上。好，来，李维嘉同学。你看我干什么？要玩这么大吗？对，那你家庭关系不好，别管我。那这样，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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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导师，三位导师要想清楚啊。可以吗？来，还能换哪里啊？真假的？你好好的啊！笑什么？你的位置是我的。又是同公司相杀的。哇，导师好坏。我们俩挨着，没事。好 ，OK。我们俩挨着。怎么又是你啊？哎，我第一次知道你们这下面还互相在竞争呢。好，那我们接下来有请何炅同学。请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你们要负责把我捞回来，懂了吗？淘汰了，你被淘汰了，你干什么你？你干什么你？小心你老公，真的狠。你记得为我抱不平。好。为他抱不平，我们俩这儿不好意思，你的座位是我的。什么导师，为什么你坐这儿了，我就真没有地方坐了。七哥，你去问导师你坐哪，我也不知道。交换位置，交换位置。我抗议。第四名，他第四名，老师不，为什么？因为他刚刚那个抱一抱还是蛮棒的，气息很好啊。对的，舞台表现力比较全才啊。啊？是吧？他们这下面竞争真的太激烈了。是吗？来，接下来我们请那个谢娜同学起立。赶快起立，快点！不知道为什么稍微舒服了一点，心里。我拥抱着刚从梦中醒来，你执着的等待，却不曾离开。这样，为了保持公正，我来告诉你。啊，怎么？你是不是讹人？你是不是讹人？大姐还能碰瓷呢？你要讹人，站好了，站好了，你快点站好了。你是不是？那个，哎，歇会儿。你看我们的导师，对你多好，对你多栽培。就在这儿不走了。哎，请尊重所有我们评审的选择，因为每一个选择其实都是认真考量以及对你们未来的成长是负责任的。OK。扶我一把。好了，勇敢地走过去。就这十步路。好像走了整个人生。我要一步往上爬，
我迈不动步，我迈不动腿儿，你说难受不难受？你说难受不难受？你还演上小品了还？好吧，消失你的未来，没有必要再往上爬了吧？同门，嗨，就不要自相残杀了。是的。我要退赛。坐等座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们两个期待的眼神。不好意思，这个位置是我的。来来来，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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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这个位置竞争这么激烈，这么多人坐过。欢迎欢迎！我们恭喜何炅 ，C 位出道 ，C 位出道。朋友们，有 C 位坐。